道现在他们背后都怎么说罗教练的吗？所有人都在猜，教练收你多少钱？你再敢跟我说一句试试。各就位。黄林，10秒96。段宇成，11秒02。张宏文，11秒09。起跑怎么回事？跟你说多少遍了？就你这还想去省里拿名次？哎，还有你，你那途中跑是什么？啊？腿部折叠不到位，膝关节太紧，你们没吃早饭吗？我下次注意。张宏文，我都懒得说了。教练，那要是不算段宇成的话，我是第二名。就你那成绩啊，到了省里也是给我丢人。教练，这段时间我肯定还会加强训练的，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重要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练不练是靠嘴说的，临时抱佛脚有屁用啊！赶紧。起跑器收了，来吧，起跑器收了。哎，石哥，我跟你说啊，石哥，你看这段宇成成绩，11秒02。你可真积极。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让罗教练为难到什么程度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听说你百米拉第二，挺开心的吧？是不是感觉自己挺厉害的，能比省高校运动会了？跟你有几个关系啊？跟我是没关系。但是跟别人有关系啊！专项跳高运动员，跳高不行了去比百米，百米不行了你是不是还得练练投掷啊？段宇成，要不这样得了，以后你先选项目，等你选完了，我们再比选拔赛。项目不是我选的。听说你家条件不错，关你屁事啊！你知道现在他们背后都怎么说罗教练的吗？所有人都在猜，教练收你多少钱？你再敢跟我说一句试试。你跟我厉害什么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段宇成，田径队一切以成绩说话，你少在这儿给我搞特殊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有劲儿没处使了吧？在下洪道罚你们跑2万米啊！